相爱为生。我在非常容易也很难生存的台北，没有很高的学历，厉害的嘴，没有高尚的职业，好的床可以睡。我的运气很背，真的很背，很背。我的女友刚满20岁，才从学校走进这个社会，现实的生活让她很狼狈。他说为了爱宁愿受苦也不后悔，他说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因为我们再也不会像懂得得到这些。他说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